魔法桥梁，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念一下，南无大势至菩萨。今天是大势至,至菩萨的圣诞。大势至菩萨在佛教也叫大精进菩萨，所以有两个说法。大势至菩萨头上放的是他过去父母的骨灰，那为了孝顺了往生的父母，他精进发菩提心，而出家。 愿他父母也能够成佛。啊，第二个讲法，放在他头顶这个甘露瓶，也代表诸佛之光，代表像长寿宝瓶一样。所以大势至菩萨因为精进而得大智慧，所以这个大智慧之光走到哪里，三途众苦啊，马上地狱轨道出生到，马上离苦世间的。 刀兵，病苦劫马上消灭，所以大势至菩萨也化为叫金刚手菩萨，代表最有力量的。当然，这个金刚也从空性里面，虽然用自己的身体不断的去帮助老人、帮助病人，就像各位做义工用体力得到了这种世间第一有力，但是呢，又能够不执着，叫空性。 所以啊，也视现成力量第一金刚手菩萨来护持佛教，所以我们把大势至菩萨列为八大菩萨，那护持三宝。当然，从这里面也希望大家修行要精进，才会产生智慧的力量。那这个精进有两方面，就像。 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叫保持正念，就像如母一子，如子一母，那我们要一心不乱的不离菩提心，不离念佛之心啊，所以和消除自己的善乱，所以把念头摆在一个佛教的基本的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空性，保持这个正念，就像。 各位今嘛坐咧遐，你们卡一声一大张，拢卖崩了。意思是说，那你不要管它，你现在的重点是在你的心态，而不在你的脚上啊。所以各位这个要练习啊，所以我坐坐袂掉，卡卡袂掉啊。然后呢，恭维嘛控制袂掉，也就是说，叫他不骂人他不行啊，叫他不打瞌睡不行。 那这样就不容易修行，因为世界为心造，啊，我们的心可以下地狱。如果你还有嗔恚心，我们的心可以下恶鬼道。如果你还有悭贪吝啬心，啊，我们的心因为投胎做畜生，啊，如果你有愚痴执着、贪恋是人道，骄傲是天道，那嫉妒那就是斗争，那阿修罗道。 所以我们的六种心，又创造了六种世界。所以所谓保持正念呢，那各位就你的内心里面要保持在佛教里面呢讲了，善良的心，没有贪嗔痴的心，啊，对所有众生平等的大悲心，愿所有众生都成佛的菩提心，乃至知道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空性。 那各位一定要一直练习。如果你不练习，你讲、啊、我这人脾气都败，我都无法多啊；我这样的爱考啊,啊，都没法多啊；我这样的爱睡啊，都无法多啊。那那你就没有在修行啊！修行，那你必须要征服自己的身口意啊！所以，就像今天所旁观在见身体绝对不去伤害到众生，身口都不要伤害众生。 再来呢，内心里面断除欲望，然后呢，一心一意为了众生，啊、嗯，所以,以上等的根器发菩提心来守八关斋戒。所以八关斋戒的最主要的意义，释迦牟尼佛要让我们在家菩萨有善根者种下出家的善根，出家。虽然你在世间很有福报、有钱、漂亮、健康，但是这个都是刹那。 变化无常的，所以像我今年六十岁了，然后呢，六十岁了差不多和死、啊、一样，所以很多人说六十岁是一个关呐啊，五十九岁、六十岁那是个生死关，那无论如何那就代表老年了啊、呃，败坏了，每天要靠药生存呐。信徒拿给我很多东补西补的药啊、呃，所以然后你就知道你自己差不多了。 那这个也非常好，呃，体悟无常。那一个人就是觉得自己还可以活着，还可以拥有，他就会有一点放逸，乃至他条件好，他会有点骄傲啊。所以各位，你要觉得，呃，一下子高血压来，啊，一下子一口气不来，乃至现在车祸，啊，一下子车祸，如何如何，这个世间。 如果一个人能够从小，哪怕不要说六十岁，一生下来五六岁就知道生死无常，啊，世间有什么好追求的呢？世间的爱情，各位都差不多差不多了啦。啊，世间的金钱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世间房子都给你好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所谓贪恋之前的妈妈爱儿子爱儿女，啊，这个都是贪恋。 对家人、对爱人、对金钱、对名望，那你有这个贪恋，那那你就不能脱离轮回。然后你又舍不得付出，叫悭贪，那你就变成恶鬼道了。啊，那你的金钱利益被抢了、被伤害了，老公被抢了，你生气、嗔恨心，那让变成地狱道了。但是人生难得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做人，又能够听闻佛法。 那现在最重要的叫体悟无常，死亡是必然的，什么时候死又不知道。那现在最重要的，赶快修行。像我人家都叫我师父，最大的痛苦就是每天劝他买个杜姑啊了，买个美郎啊了，啊，因为我都觉得对方说他要修行，不分在家出家，那个功阿踢根嘛不好啊。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体悟无常，啊。 但是站在别人叫我法师师父，那你不做不不讲不行，因为你这样就不慈悲了。所以我想各位最主要的，各位要要保持正念，大势之菩萨觉醒自己，大精进菩萨啊，头顶上的父母在轮回受苦，我有什么好放逸的？所以这样你才会进步。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精进，每天。 都像今天一样，所以特别农历七月份，我们叫教孝报恩孝顺月普度月，这个月各位千万不要放逸啊！所以各位写牌位还要记得写，累劫累世父亲一定有还没有超度了，啊！第二章累劫累世母亲，啊，因为现世父母七世父母，佛陀讲七业代表无量无边啊！如果你知道你。 啊，一百世之前还有一个爸爸在地狱，那我们有什么好放逸的？啊，要非常的精进，所以农历七月份我们也叫精进月。所以刚刚各位听到我们湛江师傅讲七个烧香，还、啊、有快乐不？哎、啊，两个头回嘛，快乐、啊。为什么？因为精进嘛，为了众生啊，所以。 昨天很努力，刚刚我听吴秀慧讲话嘛，烧香，啊，变个被戏，所以昨天大法会，他们要准备八个月、十个月，哇，我们也跟他们忙翻了，那是快乐啊，有意义啊。今天接下来还要八关再戒啊，啊，还要继续努力啊，所以、啊、明天要赶去高雄开始拍片啊，对不对？所以。 今天我也看到高雄菩萨玛来啊呢，啊，好，所以呢，要要怕病，这个怕病不是光身体啊，心理更要怕病，啊，呃，外表上、行动上当然积极，身体有福报，那呢、个，最主要是内心的状态。所以八万斋戒要我们保持正念，正念念佛、念法、念身，不能再念世间的贪嗔痴,痴，啊。 念的来世，要告诉我们不要执着现世，所以念下来舍弃今生，<弃>啊！所以各位，些然哦，经嘎载，卖个轮回啊，精进的修行啊，你要设定好，我七天以后就要死了，所以我要做头七，做二七，做个故我龙阿比细啊！啊，如果死亡，这也是意料之内的正常。 因为要自己这样设定好，生命只有剩下七天，所以我去缅甸，我喜欢去缅甸。他们呢，一个礼拜过一次生日啊，啊，生就是死的意思啊，所以每个礼拜的生日，他们都不上班了，赶快去拜佛啊，去短期出家，因为生就是死。啊，为什么？因为生是死的原因，这样子的来精进，来感谢父母，因为。 爸爸妈妈一个礼拜痛一次一样，啊，那我们是一年做一次生日，算别提了，啊，所以说要要没要精进，一个礼拜就是一次的生跟死，然后我们要在生死死亡之前改掉自己的烦恼习性，消除自己的恶业。如果你不消除恶业，那现世痛苦，来世痛苦。 所以，那恶业来自于烦恼、贪、嗔、痴、傲慢、嫉妒。所以我准备啊，现在开始要办一个活动，叫选模范生呢、啊。你两伯公算就卖啊，我跟你讲，以后要做什么会长、联络人啊，什么什么？你要模范生才行啊！你要不是模范生，换人好一点啊、呃？为什么？因为不精进。 怎么可以成为模范呢、啊？佛教是以德服人啊、呃，不是特权啊、呃，不是劳教，不是这个啦。是因为你的身口意的精进啊，所以当然啦，有人会说：“叔，你讲我无精进，我规你拢是不管在改呢。”我讲你讲这句话就无精进呢、啊，很不谦虚，很骄傲啊、呃！你不知道，你修行不是你外表啊。 那我外表吃素就可以成佛，羊就成佛了，啊，羊比你还早睡觉了，啊，但是讲的是心态，啊，来自帮助服务众生的品质要增加了，所以我想，有人贪钱，有人好色，啊，有人爱睡觉，有人擦擦狗爱恭维，等等，那这些这些烦恼习气，各位一定要改变。 啊，那、啊、现在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没惭愧心。你给他供一供，我那有，哪你供。的？我归天我舒服，拢无代志。啊，那那就没惭愧心喽，那、啊、就没办法喽。在七圣财里面，第一个要有信心，第二个要自残，第三个要愧他。你没有惭愧心，又得不到福报。啊，那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精进了。 所以有人问我说：“海道华说最近那看龙你出国了呢？啊，那无在台湾，我特刚看买几个，哇，就那新民来看，哇、啊，为什么？因为那、啊、台湾谁套滔，差不多嘛，安尼袂进步，啊，会进步的会进步，不会进步的不进步。但是各位呢，这样以后啊，就不好了。所以在密中说，弟子不精进啊，师父折寿的意思啦，啊。” 那弟子破戒呢，呃，师父也要堕落，所以我想这讲是有道理的啦。所以我们希望啊，三宝的加持，我们的老和尚、师父、上师都不断的加持我们。那我们做弟子的就要很精进，啊，这就是最大的供养啊。所以见了佛友好，老被一下，就是这样呢，啊，欢喜。所以做见。 我、哦、北部环路，然后呢，这里干了，我后补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做三宝弟子，那我们要非常的精进。如果你真实在精进，不管在哪一个修行，那一定对自己的亲人先有帮助啊！你给人家的感受也不一样啊，因为你在进步嘛。所以，各位有家庭，有家庭，那最了解的是你的家人。 所以你一定要问问你的家人，到底你有没有进步？还是从别人的眼神里面看看你有没有进步？所以进步就是就是一杯脏脏的水，现在干净了，谁一看也知道；臭臭的现在变香了，对不对？脏脏的衣服现在不但干净，还烫的很好看，这是谁都可以感觉出来的。所以我想修行要要不断不断的让自己在各方面进步。 不是说我心好就好了啊！我天天念佛，但是你声音没进步啊，你眼神没进步啊，你做事能力没进步啊，那代表你方法有问题啊！因为站在大乘佛教，我们的目的是服务众生嘛，啊,啊，就像现在的电脑、手机，你不进步就被淘汰了，就被消灭，啊，所以一一方面要自我净化。 二方面要要利他精进，所以佛陀为我们定出了波罗蜜六波罗蜜，啊，一方面利他，更重要自利。从布施消除悭贪，从持戒消除伤害。所以有些人还有报复之心呢、啊，啊，今天我不服从你，我就要用文字攻击你，用语言攻击你，乃至呢，况德力不爱跟你恭维，啊，没送。嗯 那这也是一种嗔恨伤害啊，用用行动来抗议啊，你去东我就西，那这个心态很恐怖啊，啊，所以所谓杀生并不是真的动物把它杀，杀生是你还有排斥众生的心态就是杀生，因为你用这样子抗议，比如说这个人在唱歌，别人都鼓掌你就不鼓掌，那也是一种抗议啊，没错，啊，因为不喜欢嘛，那我想那我们要。 要持戒消除伤害，因为我们是要拥抱众生，不能故意去排斥众生。当然，有些人说：“嘿，狼，去拜，去拜，这么尊重。”那没,、啊、没办法，我们要修忍辱啊。虽然我们心里替他难过，不，这个老布看着给到惊咧假动，得个单掉死也没了。啊，这老布因为嘛，我不舍弃你，但是我怎么帮助你，这样而已。 啊，他的动机绝对没有伤害，而是动机是个帮助，这样才对了。所以我想，我们大乘佛教，然后要要持戒，什么戒？你想，不舍弃众生，啊，让对方成佛，要、哎、要如此了，啊。但是但是，各位呢，在这一点，你要你要一直问自己，因为如果舍弃一个众生，你也不能成佛。 啊，所以不知道有钱我对你好一点，没钱我不理你。这个漂亮的 N 导对你好一点，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来找我，舒服啊，喏喏，啊、你你那你你也不会猛重心可能猛黑啊，因为我关心他，对不对？我想看到他，那这个都是一种执着，啊，所以佛像他睡眼唔去看，看下早波被冲下，看下早波被冲下，啊 那你有分别心，那你就没有佛法的想法。那这个分别心就是一种伤害对方。为什么？你爱恋对方也好，你排斥对方也好，那这样就没办法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必须不断的反省，不然的话，有时候你一生气就想要骂对方，那时候你都忘了你是学佛的人啊，学佛的人啊，佛法。 如何把佛法用在你的当下的心态？佛法像呼吸一样，呼吸不能停止，呼吸一样啊。所以我们的念头要保持正念啊。所以各位在这个时候啊，一碰一离开正念，要赶快祈请南无大势至菩萨啊，南无大精进菩萨啊，希望自己能够像大势至菩萨一样。所以我想，呃，除了精进。 大家都了解佛法，但是如果你放逸不精进，那再好的佛法对我们都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要这样来供养大势至菩萨，就要保持把众生当如父如母一样，愿众生能够成佛放光。你要为此而精进，所以大势至他走一步，大地震动，山土离苦，世界放光，啊，所以叫有非常有力量，所以叫大力菩萨，啊。 所以我们叫大智大悲大利，所以要有这个圆满的力量去帮助众生。当然，在经典上，大势至菩萨就专门的经典没有，大部分都是以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章，或者在其他经典大势菩菩萨讲了因地如何修行的一些简单的方法。那今天第二个书圣是我们尊圣佛母佛塔。 今天要开光啊，然后我们特别请来了色拉企业的住持仁波切啊，丹、呃、增讲帕，曲节仁波切下午会来啊，然后为这个佛塔开光。那很恰巧的，也刚好他们不知道今天佛塔开光，然后就准备了一尊佛像要送给我，我就问一下那什么，原来是尊胜佛母啊、呃，所以在佛教里面，佛教里面就是。 不可思议，他们也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那这个叫因缘吧，啊，所以我尊圣佛母的咒语，是从我们色拉切前任呢，在前任，在前任的巴登仁波切那边得到的，啊，尊圣佛母的这种灌顶。那我为什么对尊圣佛母特别有这个信心？啊，因为我很少做梦呢，我有一次梦到尊圣佛母，啊，等我做完梦。 然后我才去找看相片，哇，原来是这一尊呢、啊，啊，要尊圣佛母，那这也是代表术士的因缘吧，啊，梦也是自己的意识的种子浮现出来的，那过去一定有修过这一尊菩萨，所以那你就会有，就像做了那个梦，啊，突然巴赞的波切哎也要传尊圣佛母，啊，所以我就觉得。 那这个就是因缘不可思议，就像今天尊圣佛母塔，人不切就来了，他要送尊圣佛母，供养在我们道场里面，大家都可以礼拜。所以今天也会讲一讲，或是有时间啊，造塔或尊圣佛母的功德。各位如果去参加供佛在生，哇，中午那些那些美女人家在供养，那走路庄不庄严啊？ 有练过的呢，啊，身材长得还一样一样的，脸也长得漂亮呢，对,对他们都问我说：“哎，这点多都去，我这二郎郎呢？们是带把请来，是不是？” <laughs> 所以各位，那我就光走个路就要修行了、啊，不容易呢，啊？那有些人你叫他这样走，拍垮都是拍垮。 啊，那就没办法，没练过，这就放逸嘛。所以我想，我们师父叫我们一出家以后穿个海青，那你走路、讲话、坐着、眼神都要端正，因为别人都在看你啦。啊，你为什么要穿海青？你为什么要理光头？你理个光头，吃的太胖都犯戒、啊。啊，脸色苍白的不好，因为你。 你代表修行人嘛？修行人就是要有福报嘛，别人才会对你有信心嘛。所以你既然代表修行人，那你每一个动作，所以以前我们在打坐，师傅还给你拍照。你看你一样敏感，给他打坐呢？你困吗？啊，度孤吗？还是在想皮呢？啊，因为你的相由心生呐、啊，你的你的心没有在思维佛法，你就没有法相，了解吗？ 你的心我都挡住，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能想，然后呢，都把、啊、鬼面度孤，很那样，然后你的相就不好看，啊，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那我们追求大乘佛教，百劫修相好，这意思不是说等到以后再来修，现在你也要修，你也要修，外也要修，身口意都要修行，所以那我们的身口意也是我们累积的业力造成的。 那所以各位八关斋戒这一天，那你要变一个人，变一个人，修行就是改变，你要变一个人，以佛为标准，啊，以菩萨为标准。今天你要学四倍观音，还是你要学地藏菩萨？这个在藏传佛教就是修仪轨啊，啊，一天一夜，七天七夜，四十九天，三年三个月，再修个绿度母。当然。 你修的怎么样，练的怎么样？而是你有没有绿度母的这种基因细胞 DNA 在你身上了、啊？如果你能够修到这样，连石头都变成绿度母，就这个意思啦。啊，你的骨头将来火化也变成绿度母，就是这样。所以这是真实的。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要够自己找一尊本尊啊？你是修阿弥陀佛的，那你要让别人感受到你是阿弥陀佛的代表。 在你身上有阿弥陀佛的深口意功德事业，要展现出来，啊！所以一个人说我念佛二十年，念佛二十年，看你像脱善了，啊,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念佛的那种深口意，那这样意义就不大吗？所以各位这一点要有惭愧心啊！有惭愧心以后精进，精进让自己朝这个方向。 啊，去学习别人，别人为什么唱歌好听？别人为什么走路好看？啊，别人为什么讲话好听？啊，别人为什么写字庄严？啊，别人为什么念经念得好？啊，所以他的仪态很好。别人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的众生法缘等等等等？所以像我每天跑遍很多地方，我都去学哦，这个人的特色在哪里？当天就把它吸收了。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啊！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别人尊敬的对象，他一定有特色。学习的对象就像世间人做一个影歌星，很多年轻人也会跟他学啊。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如果学佛的人没有深口意的进步，他只是一个一个一个信仰者，而不是一个修行者。我喜欢拜佛嘛，但是他没有。 进步的空间为什么没有进步的空间呢？因为强烈我执啊，爱惜自己啊，喜欢自己这样，那你就没有改变的空间。所以我想八关斋戒要我们做阿罗汉啊，要我们做菩萨，要我们像一天的佛陀，那你必须要从你的那里外都要改变，这叫身口意啊。所以心是佛的心，语言是佛的法。 在为劝众生慈悲念佛啊，相是佛的相啊，就是要出家相、生前相。所以，我们归依外在的三宝，是要开发内在的三宝，让别人看到你你的身上具足三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亲近上师、法师？这个法师他就代表三宝，所以我亲近他。哎呦，他的心像佛的心一样，慈悲利益众生。 他讲的话就是佛陀的经典一样，啊，他的外表代表佛陀的外相，啊，所以这样，所以我们来医治他，啊，那这样我们从他的深口意去学习，所以我想各位，那我们受这么多次的八关斋戒，来自农历七月份，那我们就要表现如此。所以汉传佛教各位可以注意那仪轨很重视这个请师走路拜佛站。 这就是在，哎，这些模特儿的了解嘛？就是你要你要穿，那你就要做示范给人家看。你手上戴个念珠，然后这群是佛教徒，那你就要示范给人家看，啊，叫人天师、人天表范，所以这样才可以调育众生啊，教化众生啊，啊，博劫凡或者无上世尊，啊，做个模范。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一定要很精进，趁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记忆力啊，对不对？呃，什么叫捞？那谁谁两就跟他带你们就过完了，以后就缴啊，各个家属院没记呀，啊，转个头忘了，我要去拿个什么汤匙，说我给的没记呀，我给下面带几，很多人已经有这种状况了，再见了。 啊，血管不通了，要吃维他命 B 了，啊，就是这叫忘了那在这样以后就很难修行了，所以你要了解说，那更更要精进了，啊，除了念佛回向极乐世界，但是不要放弃现在的精进。啊，现在的精进，你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品位高一点，啊，你不要说能够往生就不错了。 你别去读车嘛？别去扯一种自由班的闹着，上去放牛班呢？下品几乎是放牛班，那那边你就不容易亲近善知识啊，甚至你没有机会看到众生了、啊。为什么业障重啊？待在莲花待很久了啊，啊，看不到众生，看不到佛，所以只能在那边精进忏悔。所以自己不好也会影响别人，自己好你才可以看到更好。 所以希望能够赶快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所以各位要把生命定好，定好这个方向，啊、呃，这样去去精进。那说我们再见一日一夜，要让要让自己。所以密乘说最快的方法，自己变成观音菩萨，别人都是观音菩萨，当下就是净土，不离开观音菩萨的空性大悲的思想。你要。 不但自己如此，也不要被环境转，要转环境为净土，转众生为观音菩萨。所以你不能去看到别人的缺点。如果一个人经常看到别人缺点就起心动念，那你没有修心的机会，你只能在外表修修。你你心态转不了，你耿耿于怀啊。所以今天讲个最粗鲁的，你你你老公外面有杂货有小三，你看到他讲妈这样哇。 问安叉子的四倍观音，阿弥陀佛供养他，这个就是密称，了解吗？你不会被他转，他是万刚万啊，他叉子要砸我帶，我这边呢，被煮杀了，被个台。啊，那你就嗔恨心，那你就完了。那另外一种是爱恋心，哇，这个是我的公主，哇，这个、是这个、我的白马王子，我要去爱他，这也是一种大烦恼，恶鬼道之心。 因为你没有平等心嘛，所以各位，你要你要想起，身口意要平等，没有分别啊。对我们来讲，所有众生都不动佛，所有众生都是观音菩萨，所有众生都地藏菩萨，这很难的。那你要强迫自己去这样修啊。七月份啊，看得到的都是我爸爸妈妈，啊，哦，你是一个还在想要谈恋爱的，那你看到吸引你的，你就很想这个，你就要转，这个叫修行啊。 啊，所以有些人问我，我我现在还想谈恋爱，怎么修？那魔在你心里面了、啊，那你就已经知道，你想谈恋爱就是你要修的啊，你要调伏自心啊，对任何人都不能起心动念，这个叫修行啊。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时时要保持正念，大势之菩萨的法门。那我们受八万在戒，特别大乘的一定要如此。那各位要让自己生苦意，特别我们大乘佛教啊。 所以拜了这么多尊佛像，那这个佛像是让我们学习的，啊，跟佛像融为一体。的，所以一心念佛，心佛合为一体，众生也变成佛，心佛众生无差别，才达到了空性无分别。那平常各位做不到，那至少今天你愿意守八万斋戒，必须一日一夜要秉志虔诚。所以各位你要决定哦，啊，像各位修行还不错了。 像我们以前修行，你手抱弯戒，那法师就故意来找你麻烦，故意要让你起心动念，看你修的好不好。啊、呃，你就很认真在那边读书打坐，他就是故意要打你，看你会不会这样起心动念。啊、呃，因为你在修嘛，所以哦，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麦嘎叉你阿弥陀佛，啊、呃，然后你还阿弥陀佛嘞，那你只是在保护自己，你根本没有慈悲心在念佛嘛。 啊！所以各位你，你要你要秉志虔诚，不管发生什么大事，不要生气，不要骂人。昨天我讲，你一生气、一骂人，菩提心就死了。今天有人杀你的身体，今天有人强奸你的身体，今天有人啊批评你，那没关系啊！身体、感情、地位是假的，菩提心是真的。怀着菩提心死，辛苦丢干净，哪个呢？没人没差别。那随缘，我保持菩提心。 这个比较重要，千万不要为了一点面子、现实利益控制不了，把伤害到你的佛性。佛性就是菩提心，大悲菩提心。各位，这个要决定好，好不好啊？决定好。我这个人的好处是，我不让自己痛苦了，所以我都把坏话讲在前面。以前他们跟我合作做生意，你那个我赌气，你搞我偏我不会告你，但是没有下回了，这样而已了。那我不会。 不会为这样而痛苦，因为我已经决定好了，不要让自己痛苦，我才可以继续做下去。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设定好，你女儿要结婚，那猛后哦，最后砸波后啵，没猛这，一来一棒你来，哎，你讲无要紧，人家给无要紧。啊，伊蛮好，查喎，你讲无要紧，无要紧，伊上车卡登记，你讲无要紧，你家给。你讲无可能，无可能，你都唔给。 这个世间变化无常，你不是找痛苦吗那佛陀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思想，啊，不管你要去占有什么，拿得起放得下，你才去做嘛。你只是使用它，今天你要用感情，你不怕苦，那你去用，啊，那你会有苦，那你就没资格用。所以没有痛苦的感情就是慈悲，去爱老鼠，去爱蚂蚁，啊，去爱众生。 那你就没有痛苦啊！如果你要去爱一个人，那你就掉落苦海了。对任何东西都一样，所以各位要心业起则无烦恼。所以今天你千万不要去想那种让你起贪嗔痴的啊，会让你起贪嗔痴的，你就不要接近啊。哦，今天你来参加法会，看到你一个爱人，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你不适合待啊，因为你会起心动念。 你就不要来，啊，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出家？我干脆回家修就好了，多幸福！<laughs> 不行啊，家里的人就是要跟我谈爱情啊，谈未来啊，啊，谈世间的幸福啊，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就这个意思了。啊，妈妈怎么谈都是她关心你身体啊，我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告诉我们年轻出家人，妈妈，我们回向，偶尔回去看看她，不要跟她谈太多。 谈太多，他叫你回家呵呵。儿子回到妈妈身边来，啊，为什么？因为他跟你谈的不是什么菩提心、聊阿弥陀佛，啊，所以他谈的是世间法。那我们还是报恩，但是你不能陷下去，这样啊。所以在这一点你要分清楚状况了、啊，啊，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内心里面要保持如此。那如果各位要成功啊。 你最好找比较严格的，俗话这个人哦，就爱骂人。你无代志就阿巴落安尼，你才有进步的可能。巴落，你想那个阿巴，你唔对，你唔是叫我个你巴，你唔是唔爱生气，巴个你未生气才讲嘛。啊，因为你爱骂人嘛、啊。那个要要，你自己矿了砸破了先会看矿了砸破想会看,看,看，那你得唔能看，你得面壁修行，对不对？然后你就修不进观。 你不要故意让自己，哎，我气垮嘛，气垮嘛，你你都给弄掉啊，你就会很痛苦。所以讲到这个所谓精进，各位必须要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你对自己不严格要求，那你在等机会啊，等机会。很多女众来供养我，心里还想说，什么时间我可以谈恋爱啊？啊，疏忽车博车疏忽悲啊嘛反正他这个口袋你紧啊。 那这些，因为你好像是佛教徒啊，你很想供养，但是你心里还有有一个爱恋、贪恋，所以你有两嘴来导啊，那就这个不好。这个就是你动机有问题。就像各位男众一样，你来你来法会道场，不要找女人讲话，哎，不要说我开车送你，因为你这样害人害己。那就出事了就来找我，很多女孩子出事了就来找我。说你个话，我该捆了，你怎么不？ 还给他棒上我、哦、你替我看是一你棒杀，不是讲你，那、嗯啊、你何必当初呢？啊！我说你这样赶快修行啊！不要恨对方，不然你要下地狱了、啊、这一定要下地狱的啊,啊！怎么可以犯邪淫呢、啊？所以，而且是修行人呢，不分在家出家，这就是自己在这方面你还有一点爱恋之心啊！就像我我讲，我们有一次摄影师在这边，然后他在拍。 我看他镜头就在拍美女啊！我的阿伟哥讲了，砰！摄影机都拍你啊！人家摄影机有护法神的，你把我的摄影机法眼当做摄影，色眯眯呢？摄影机就坏掉了，赔钱赔钱赔钱了就跑路了赔钱。所以我就跟他讲，你不要再去拍女人，你不拍我，啊。从阿一、啊、拍我、啊、就长得帅一点。 哎，你不不拍佛像？你拍女人干嘛？啊！所以各位要拍，拍是这个是很虔诚的修行者，而不是你的。一部摄影机本来就是空性的，你把它加入你的爱染心，变成好色摄影机，对不对？那是你把摄影机搞坏了。我们的眼睛又不是坏，是你的心坏。所以我说，你有拜个来才拍老婆萨，你考起嚟啦。村里你也不怕，不好怕杂波啦，去配边那种。 不然你做摄影师，你你已经在这里面好色了，对你没有帮助。我不是讲摄影师，我们这边的都没有问题，因为有问题的都离开了。嗯、啊，东北聊我跟里贡。所以那些各位，这个烦恼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生这个念头？今天不行，那各位一天能够控制好，明天就可以控制好，慢慢慢慢就改变了。 那解脱靠自己，不能说啊、哦！我我在这里摆，或者我这里摆，你叫我卖上去，你叫我卖去上砸波上砸波。你佛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方法加持你，但是念头在你身上，对不对？师傅，我要打坐，你让我脚不要酸，你公棒打，你可以卡切起来啊！打坐是好啊，但是酸是你的事啊，你如何征服你的酸痛麻啊？不然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你就。 你就乱，你就乱，乱你就没智慧嘛，啊，所以宁静致远，你才看得清楚。你心静不下来，你就不知道你在修什么。忙了老半天，这样而已啊，完成自己的想法欲望，而不是完成佛法。要不要成佛？这个最重要，最重要。钱被偷没关系，感情被骗没关系，好不好？啊，得癌症是消业障，也不用怪别人。这个世间所有的痛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然后我们越精进，就会越消业障，所以不要怕，啊，越精进就越消业障。那你这样觉得很快乐啊，啊，能够在这一辈子消完所有的业障，然后呢，上品上升极乐世界，找得成愿再来啊，开始来累积资粮啊，最后成佛了，才能够真实帮助这些有缘众生。所以各位现在要要广结善缘，广结善缘。 啊，你决心要成佛，那你叫广结善缘。一只蚂蚁，一只狗，一个山神，一个树，都要跟他结缘啊。特别现在科技方便，大家可以到各个地方，可以通过各种管路跟众生结缘。那你没有结这个缘，也不可能成佛啊。因为能够跟众生结缘，在众生上面实践菠萝蜜啊，那你才能够累积成佛的质量。那你成佛了，已经结好的缘分，那你才可以度他。 啊，他愿意到你的净土，得到你的功德。好，我们永远不离开菩提心啊，永远不离开大悲心。为了要圆满大悲菩提心，永远要消除我执法执，永远要安住空性。好，这个是最重要了啊！千万不要随顺自己的烦心，我们的烦心是个魔鬼啊啊！ 那这个魔鬼也是你招感来的，有烦恼魔才会招感外在的魔，因为这个魔你就会控制不了你的身心，然后你就被被死魔抓住了，生生世世在生死痛苦啊！然后所以我们要一心念佛啊、呃，一心持咒，你要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转化。那特别各位生活忙碌，那你要把这个生活忙碌当做修行啊、呃，每天面对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情，看到这么多地方。 都转为修行的助愿啊，你如果没有这样去做呢？你逃避人间，那就很慢成佛。每一个人你要把它转化，啊，转化他看到他的佛性，啊，一直回向给他，承担他的痛苦，要靠自己了。方法佛都告诉我们了，要这样快速的成就成成佛的方法，叫自他交换。但是首先要了解自他平等，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成佛，都愿意成佛，都要追求快乐。 但是他却不知道，那所以我们要去承担他，要跟他结这个缘，啊，那各位要看到什么都要发愿，看到车子，看到房子，想到友情，看到电视，今天哪一个国家又要战争了，你要承担这个国家的痛苦，发愿投身在这个国家最有福报的人，来引领他们脱离这些痛苦，你要这样祈愿，所以所以各位你要修菩萨道，不能怕苦，不能怕苦，啊。 所以你要观想这个痛苦都在你身上，啊，你要真的去感受这个痛苦，哪一天真的去领受这个痛苦，让自己有福报去去代替众生受苦，那你会觉得很快乐。啊，今天妈妈说要生病要死了，如果我把我的心脏给妈妈，妈妈就会活的，你会快乐的死，啊，但是对你来讲马上就就升天往生净土了，那对妈妈更是孝顺了，啊。 那妈妈可能在哭啊，我儿子为我子死，但是你已经视线成为天人了，给妈妈看说，妈妈光敬惜我，现在升天多快乐，都没有心脏病哦，啊，所以要、哎、谢谢妈妈，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所以不要把生命当作活的是生命啊，心灵啊，我们的佛性菩提心才是生命，这个我们要抓住啊，所以我们持戒发愿。 更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六道友情啊！七月份大家都在超度父母啊，特别是华人。我们愿所有众生啊，之父母长寿健康，往生父母离苦得乐。所以各位七月份碰到别人，你帮他写牌位，帮他写牌位。如果他愿意听你讲，最好哦。你要下周身啊要超度啊，有没有堕胎胎儿啊？我帮你写，然、啊、后一律免费的啊。 然后呢，你也告诉他怎么样修行啊？啊，不要舍弃众生，怎么修行啊？有没有堕胎的？你要很积极的、无所求的帮助他啊！不要因为是他对你好、有钱，如何如何才去做，不要这样想啊！你有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不要有所求啊！呃，自然的。有些人说啊，问熟了，寺庙登记，他爱己，还没那边供，一路供，路上香。 你就你就去帮助众生就好了，人家这个佛教讲因缘自然，不是为这个在做的，啊，千万永远记住，佛教不是乞丐，哎，也不要利用佛教啊，瞎、哦、打白罗这，瞎睡白的，这不行，哎，有些人跟我说，那、哎、这个没收钱没功德，你这样讲错了，对不对？人家自动自发布施。 那布施并不是得到钱，布施只是承担一种责任，赶快把那布施的钱用到该用的，让他有福报，而不是说这个钱是你的，不要有这个想法，啊，你修学佛法要有这个感应，不用攀缘，不用怕，啊，我保留我的地位，我保留我的钱财，我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在修行，你越怕生病，你就天天生病，啊。你该做了做好，啊。 该做的做好，少吃油，少吃咸，多运动。该看医生，其他就放下，不需要为了长寿不生病在修行，啊，因为你执着这个身体也没意义嘛，啊，所以各位要抓到重点，这才是重要啊。所以各位不能挑了，不能挑说啊，那我修智慧就好，波尔智慧就好，那我其他放弃，那你也得不到波尔的智慧，啊，那所以各位佛教里面是整体一把抓的，而不是说我挑哪一点。 挑哪一点念佛好？那所有佛都是你念的对象，所有佛都是你心中的阿弥陀佛，这样恭敬，这样啊，佛号好，所以所有佛的名字、所有咒语都好。那你要有这个绝对的平等心，那其他就随缘了、啊，不用用太多心机。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这是错误的。因缘到，你心机都不用用，对不对？因缘不到，你用多少心机也没用。所以，让你的思想是正确的。 我要读经典，但是姻缘会给你安排。各位相信三宝，好不好啊？这些护法神呢，护法菩萨更了解你。你要闭关，你要进修，他会给你安排最好的姻缘让你去做。你不用想，那你就是资粮不够啊！我要一千万，你怎样修就几千万了，对不对？意思是说，你现在在努力，努力，努力，自然哦，到那个阶段了，那你才知道佛法是这样，而不是说有所求。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不能执着法。你执着一个法都错啊！所以你有愿要往生净土。那那不管你现在修任何的善行，都回向净土，将来你就看到极乐世界啊！千万不要说，我我我想了极乐，其他我都不想啊，其他我都放弃，那你也看不到极乐世界、啊，因为你修这个两分法不对了。所以你要当下的因缘都是助缘，你要随缘。 尽力，而不是一种舍弃、一种切割啊！他、啊、说：“我就不要传八万斋戒了，我就每天打坐念佛就好了。”那不行，那就不慈悲嘛，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发大乘心，那你就算到了净土也是下品啊，意义就不大。所以各位要知道佛法的修行要有善巧方便。那如果自己自己不圆满，依止善知识啊，善知识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修正啊，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一九九六五二三二，一九九六五二三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I'm FDA Director General Shou Mei Wu. Taiwan has approved COVID 19 home test kits. They're available at pharmacies and other approved outlets. Please look for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Read the manual. And wash hands before testing. Afterwards, place the swab and test solution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For those in home quarantine, if you test positive, cal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dial 1922. For others who test positiv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go to a local screening site. Bring your kit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and hand it in. If you test negative, seal the kit in a plastic bag and dispose of normally. Please follow all measures and practice self-health management. 四生是指三界六道有情出生的四种方式，《大集法门经》中，复次四生，是否所说，为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卵生是指由软壳出生的生命，例如鸡、鱼、蜻蜓、花牛。胎生是指由母胎儿出生。 例如牛、羊、湿身是指由虫草、腐肉等润湿地的湿气所产生。例如飞蛾、文瑞，化身无所托而忽有，如诸天天人、地狱众生。有些种类的众生则可能以不同的形态出生，例如恶鬼道，即以胎生和化身两种方式出生。 大乘本身心地观经，报恩品中，佛陀因应智光长者有一二子，不算父母的缘起，而为浊恶世无量众生宣说大乘报恩之法。能知过去百千生，更相异世为父母，循环六趣四生中，令我一念常知彼。会说妙法离苦因，使得人天长寿乐。 佛子们礼敬佛陀为四生慈父，是因为佛陀对于因业报而招感形体不同的四生友情，皆怀以报恩之情，如是父母；又以悲心善护八迹，悲悯深切，有如慈父。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